雪现在稍微化开点了啊，这大路上也好一点。现在出发去德州市，然后收四五块大头，然后呢接着去南京啊。要走在左侧车道。要不是急着去南京，今天下午也不会去德州市里。这大雪路上不知道好走不好走的。你那个怎么能有个一个假的呢？那个谁叫他给是怎么回事？三个，四个，这个是九年净化。到酒店了，光线不好，手机开个灯。都是老包浆的，老包浆啊，这种一般就像那个西北的康东五彩是吧，在我们山东很少出现。这个是九年精发，都是原味老包浆，这种才舒服，这种送批哈，出分概率极大极大的，一共就五个可行啊，这个十年降载。还好吧，收这么五个，本来想直接去南京的，结果这个哎呀下大雪，路上结冰，再一个呢动车呢停运，明天想办法去济南坐车，济南还没停运，明天到南京，还有镇江啊，周边有出货的可以联系我，后天去南昌上门啊，也没有什么上门的费用，正好路过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关注，快点睡觉了，明天一早出门。